其实我知道，小艾虽然嘴上这样说，艾心里对Solo的感情还是很深的。同时，Solo肯定也一样，对他的感情也很深，对吧？你问他去啊，我怎么知道？你难道就不会好好说话吗？明明饿着肚子，还帮着 Solo 劝他的女儿，这脸上却一副爱死不死与我何干的样子。 其实你的心里早就原谅 Solo 就送你们到这儿。你知道他为什么送到这儿就不往前走了吗？嗯，这是 Solo 战队以前的宿舍，也是训练基地。趁他情绪波动，黯然神伤，果断符合他一颗脆弱的小心脏。我来送他吧，你们不用上去了。我也没打算下去。 我就不进去了，好吗？谢谢你尊重我。谢谢你给我上了一课。那我们说好了，以后我要是想出去，我会直接跟你说，你不要再绕开我和我爸谈了。嗯，好。我爸他很可怜的。嗯，我知道。快进去吧。 进去吧。嗯，小艾。 外面雨下这么大，怎么不打伞啊？头发都湿了，赶紧坐。一个月没管你，头发就留这么长了。
你怎么又吃不营养的盒饭啊？新闻里都说了，油大还不健康。你以后少吃不营养的盒饭。那我一个人懒得开火啊。那我陪你一起吃。快去给我做饭，当做陪嫁啦。好啊，我把头发吹干就给你做啊。嗯。说，一会儿想吃什么？嗯，西红柿炒鸡蛋。这个可以有。糖醋排骨。行。还有红烧肉。不会啊。会，你想吃什么，爸爸都给你做。嗯。哎呀，爸爸，你吹得太慢了。你应该这么吹，这样快。我不上车了，我想自己一个人走走。外面雨这么大，你自己行吗？我们不是一个方向，没事的。那你自己注意安全。嗯。小艾给我发微信了，他说 Solo 感冒了。就是因为小艾不在， Solo 才会生病。以前这边都是厂房，没想到现在竟然变成了工业园。那时候的路非常差，只要一下雨满地都是泥。当时 Solo 为了不让爱琴的鞋变脏，每次都是背他回去。爱琴也是不容易找了这么一个人，早些年净吃苦了，真不知道他看上 Solo 什么。那他们是怎么认识的？爱琴在网吧对 Solo 一见钟情。跟我一样。哪里一样？那时候 Solo 跟苏晨刚分开半年不到，还在情伤之中，我可没有。你先别忙了，你先过来。爸，先把感冒灵喝了。女儿会照顾爸爸了。不许你说错，全世界都错了，我爸也不会错。都是我，没有我，你早就拿世界冠军了。爸，在我心里是全中国最棒的队长。爸，知道了，谢谢你。我去给你做饭去。嗯。时间好残忍，如果大家知道结果会是这样，那当年应该会有不一样的选择吧。
对了，嗯，谁送你回来的？韩叔叔啊。谢谢你送小爱回家，要不一起青屋坐坐吧。苏城马上要回挪威了，俱乐部还有一大堆的事儿，算了，那有机会吧。雨大，路上小心点。